好，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一颗脏辫，一开始是做黑人烫手搓啦，再经过时间流长，然后再打理，它就可以变成真正的脏辫。所以如果这预算不足的朋友的话，其实你也可以考虑一下，一开始可以先烫个黑人烫，做个手搓或是牛骨辫，留长了再过几个月来打理，就可以把它变成脏辫。感觉该打理了，只是今天就也还没有打理，那我们就把旁边的头发先修剪一下。那我们现在已经剪完头发了，虽然说还是有很多刺出来的小细毛，要等打理的时候才可以把它收进去，但是应该很明显，剪完头发整个干净的感觉还是差非常多的，所以接下来剪头发吧，下次见，拜拜。